吃一下。哦，不知道。哎，对。乖了，弟弟乖。爷爷奶奶同时猝死，孙半尸两天惊吓送医。男童的哭声夹杂着悲伤和惊恐，因为他的阿公阿嬷同时猝死，他半尸两天。这对祖孙三人住在基隆这个社区，和家人失联三天。昨天上午，家人找消防队帮忙。哦，那听到屋内有一个小孩子的哭闹声，我们就决定到14楼的阳台。哦，那利用挂梯跟绳索，哦，从14楼下降到13楼的阳台窗户进入。有一个人躺在大厅，手抱着电话。那另外一个男性在卧室。初步的研判，那两位大人都已经，哦，没有生命的真相。哎呀，你怎么不过来啊？我有看你而已的，救命来了。警方调查，阿公阿嬷靠卖面为生，儿子在中国经商，把男童交给他们照顾。阿公10年前因为脑瘤开刀，阿嬷也有静脉瘤病史。事发当时，两人衣着完整，没开热水器，也没打斗痕迹，可能是天气太冷引发疾病猝死，但详细原因还要厘清。突发中心记者报道。